来，那你来，冰雨佛爷哥来，这阵容来来来，最骄傲的破坏王，来来来，哎，你这号为什么全 P？ 我花钱买的呀，你花钱买的，什么叫全？你我有没有的呀？但是我能花钱跟能干的我全有，你懂不？我十多年老号，十多年老号，兄弟，这才叫真正的热爱吧？没问题吧？怎么说？已经一比一了，嗯。发生了什么？ OK， 大哥，没事。纯的什么？打野都没闪，我正在赶，我正在跑，兄弟，感觉没事。不妙。没事，我们打野是 FMVP， 真没事吗？哦，还没有反杀。现在没闪，我来了，兄弟，两个人都没闪。OK， 好纸，没有闪，继续闪。我去不了啊，阿德拉没状态，也应该也没用。哎，雷文，变不回来。很变态的话可能会去。杀他，日本装。啊，你小心队友啊！我可以来，这个也能杀。啊！他点伤害。我杀了。没 W 出来，我靠！还没闪。你确定？啊，队友被杀完了，我死了。没事，小问题，没事。这波学到了，这波割我已经 W 闪那个男枪，然后送了。这样吗？对，就割我会直接就你不捏 W 往左边拉扯了一下，割我就直接 W 闪 AQ 把那个男枪尝试秒掉，然后奶妈回一口给我个沉默，我肯定打不死了。对呀，啊，就是我就说嘛，就是割我可能就。可以看吗？没闪的男枪。可以。能晕住他，我能晕住他。就杀男枪，我来了，杀这我，他有双 buff， 算了，我死了，太快，我死了，我去河道给个眼，你可以先不给男枪，水哥，哎，好走位，可以，不，你直接指也可以，就这个奶妈，就奶妈。我靠虚弱，推吧推吧推吧，他没去，我等我来，扛一下，刘娜扛一下，我可以跟他换，刘娜扛。OK。我扛死了。等我。我有大。可以直接开的。来。不用大了。OK， 陪伴，可以看他没进化的，啊，就这吧，看吧。啊，他走这个位置吗？哦，他后面有人，你退一下，打空了，我退不了，没闪。越你，他越我的 T， 听过？看呗，看来枪毙了，看呗。OK， 先杀一只，捡奶妈。哎 ，TP，，我操，杀完了。拼过走。闪现没躲到你通关键里。哇，好吓人！快，你给我秒了，不对了。哦，还行。阿拉拉会去他半血没杀。杀了。OK， 坏了，奶 ，OK 速启动了。定了，好大，等会儿，没闪，阿拉没闪，我团灭了，这男枪的魂好好用啊，下路可以杀，我来，我真的，我炸过来 ，OK， 有人也无所谓的，有 T 吗？阿罗拉 ，OK， 你去下吧，刚刚，你也可以去，先把进杀了，好，我不交大了，不用交。看野吧，进野吧，辅助进吧，直接进去。来了。九点半到，谁帮我们复盘啊？你玩吗？我给你们复盘，兄弟。可以。那我就。哎！来了。我在你后面，有点慢。我帮助。杀这个可以吗 ？OK。操作。点开。定了，虐！牛逼！这我学鸡毛啊！这我学鸡毛啊，这种进去我第一波就已经下班了，咱没有后面。
没有后面。磊哥需要帮助吗？我那个刚才砍的位置很精髓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所以我说呀，这我学鸡毛。没机会我就回上了。磊哥已经这么玩游戏了吗？现在得来点画面了呀！还是骑着对方脸上，他遇了十七分钟了，好喷 ，Kiko。瑞文从下面过去的，可以现在做眼，把这边眼做完，可以直接从就压着他们，不让他们出来就行了。我去，预判一个 R， 我看懂了，得定，捡兔子不会玩 ，OK， 逆空了，但是你大，没事儿，别操作，下班。我看着你不会玩兔子，不太会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实话实说，不太会玩这个英雄。对吧？我看懂了，你好像就捡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就不会玩。啊，先点高技呗。我没大，赚不了。敢加吗，宝哥？可以，好看。哎，后面。没问题，我把南山一宰。R 一判个亿啊。没意义，他一躲 W 的位置，对啊，行，太简单了，兄弟，没问题，但是我还是只能给你三十分，因为你七分钟才六级。虽然你把对面杀穿了，我还是只能给你打三十分。你的六级的时间有点太晚了，按照你严格的要求，太严格了，你太严格了，不行，过不了，这都算三十分打也够了，没问题，这还能再爽一会儿，没问题。南枪在这里。嗯，然后腿哥没，完了，腿哥掉线了，去保着他。完了，死不了吧？飞路追着他，让他死了吧，让他死吧。活着干什么呢？肯定得让他死啊！这证明不值钱，让他死了就值钱了。啊！死了就值钱了。等一下，九五骑士他断网了。真的真的，他说他断网了，兄弟。Go。对面也不放弃。我想到了，我感觉我们 OK 有送的，我比较适合 W A Q E Z 卡莎泽利这三只，毫无办法，挺会玩，他 E 放挺快的，对啊，他 E 真挺快，对啊，你 W K 一瞬间他 E 就放了。我已经在这儿玩游戏了，打这个呗，随便杀，随便杀。你可以随便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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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便大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啊，不是随便大吗？这他妈把大碗了呀，大碗了呀，大碗了，大碗了。啊！我没有接收到指令啊，我单线程的。你说随便大，我就没事没事，我死不了，我死不了，我跑嗷嗷快。保你一下，我杀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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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是杀的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烟雾弹了，你走，你走。腿哥要不连，我感觉这把要输啊。不对了呀，腿哥不连，我感觉这把要输了。我先手机看看腿哥什么意思。怎么输呢？不是三波打的三个算了。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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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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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哥们，算了，哇！他连了，他连了，他重新链接了。四个算了，你操作呗，来，等我，你操作呗，练习操作的时刻。这波操作输了赵大龙啊，我跟你说，无所谓啊，掉了。你后面了，得敢于操作。你在我身后呢。这瑞文帅，就在我身后，坏了，盲大一个，没大到。我成功了。我在，爬上去，看我成功了。Q， 好，死了，你能活我吃今天，你得熬到高地上，他才死。对，他 W 位置没堵到我靠。吃吧吃吧。有人在送吗？在高地吗？你的 W 一空，不能让你吃啊！开吃了，吃什么吃什么 ？OK OK， 有兄弟，那没事了，误会解除，有兄弟。万一提你要吃，强行帮你杀了，兄弟。不对劲儿，有点。我知道他有点菜，你预判了一下，他没走。我走，他有点菜，没办法，我们这段打的人都是这样，是有点菜，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
真不一样，是没办法。哎哎哎，不要，定一下，定一下，来劲了，他来劲了。打不远地直愣，杀他飞哥，不走位，还真是。Okay, 对呀，我跟你说直愣的就不走位。没错，容错率，容错率就是杀，没问题。管哥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学鸡毛、啊，学会刷，杀呀，学鸡毛、啊、就行了，也不用刷那么多。但我客观说，我客观说，我客观说啊，这确实对面也在给，好吧？但学不了，这真学不了，这咋学啊？我操，这我要学会还有你啥事儿啊？这我要学会，就只有两个字，一个叫刷，一个叫杀，是、啊、没了，一个叫杀，公式公式，你老乡没视野，中路，来帮你拉了，靠你了，啊、我 Q 的不是 Q 到他了吗？杀！等着奶妈，我去单杀。奶妈太疼了。这奶妈是干嘛呢？他们毫无操作空间。我有两队在我身后。喜欢狙。我们说进去给他杀了，干什么呢？他的。哎呦！哇，你怎么又有？我说。怎么说？最没人品的一击。最没人品的一击。我死了，留、啊、留一下。哎，没啊，雷出暴击，啊、没错。我以为你会 A 下基地留第四枪杀他，我怕雷爆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他爆了。我们是不是九点半？学不了，我就洗个手，我就洗个手。没学会吗？我多少九点半啊？我确认一下。我怎么能算学会了呢？我靠，看会了就是学会了。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要是光看就能学会，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不会的。哎，其实我跟你说一个点嘛，就是这很简单的一个点，就是说你如果你觉得你崩了啊，你就一直去弄，你就刷，不是一直去弄，一直去抓人，就你觉得你崩了，啊啊啊、你就是随便刷点也。赵信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就一直去弄，对对对，就是争取让这个游戏乱起来，就你就会、啊、你就会正常一点。就但如果你要觉得你很顺，你就这就是让越正常越好。懂，